哦，我们一家亲。 And welcome back to our video. So guys, here we go again with another video. Guys, this will be so interesting. We are talking about history, okay? First of all, I had no idea that existed a connection, okay, between Chinese Great Wall and Turks. But it will be a very fun video. This Turkish guy will go in China, I think, okay, and ask to them why they built the Great Wall, and we'll see their response. So guys, let's go. Let's enjoy this video. Let's go guys. Neden yaptıklarını soracağız. Bu videoda arkadaşım Mehmet bizlerle olacak. Merhaba arkadaşlar. Ben Mehmet. Şiyam Üniversitesi'nde okuyorum. Bu arada eğlenceli bir video olur. O zaman 你们觉得 古代 中国人 为什么 建造 了 长城? 古代 中国人 为什么 建造 了 长城? 你觉得 古代 中国人 为什么 建造 了 长城? 古代 中国人 为什么 建造 了 长城? 古代 中国人 为什么 建造 了 长城? 我们的教育 我们历史书上就说 是为了抵御外敌 为了抵御外敌 古代中国人为什么建造了长城? 因为为了抵御外敌入侵 因为要抵御外族的入侵 为了保卫国家 为什么建造了长城？哦，是因为当时是在秦朝最早，你知道，在2000年前，然后中国人建造长城是因为当时的皇帝，在当时的疆域下有很多。 称为戎族的，也不算国家吧，那些地区要入侵中国的当时。当时是为了那个抵御蛮夷入侵，然后就修建了长城。当时发动了很多人嘛，然后那是最初的长城，后来修修补补，然后后来还有各种长城，明长城什么的。然后就是现在我们看到长城是，就是中国那么多年来，然后，保家卫国以及智慧结晶。 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吧。对，那时候听。妈咪的。一条瓶，这样就去长城。然后。这是为了抵御。抵御匈奴。外来的人是谁呢？匈奴。匈奴。那汉朝的时候，长城是抵御匈奴用的。抵御谁呢？就是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什么民族？你少数民族的那？少数民族，匈奴，可能是为了抵御匈奴，北方匈奴啊。匈奴，对，敌人是谁？少数民族，对，少数民族吗？哪个民族？哪个民族？蛮夷北狄吧？不是，不是吗？匈奴，是匈奴吧？应该是匈奴，是的，应该是，我感觉对匈奴。 有什么影响？坏的吗？就是会更不容易侵入中国，就是对这个影响。然后你对这个匈奴有什么印象？就是坏的人还是好的？看怎么看吧。从国家政治方面，应该属于坏的吧。我知道唐朝的时候。 So Hans. No, I never heard about Hans. In Turkish history, as let's go. 匈奴的那个女生到我们这边来跳胡旋舞，跳的对，可能是对，我们觉得就中国的女生太危险了，是不是？<笑>没有这回事。他们过来当我们的那个公主，然后他们就做坏事。对，是不是？唐朝的公主，唐朝去当公主。那对外国人，那你觉得这个外国人穷的是什么样的？他们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很彪悍吧，就是比较善战。匈奴的话，我的刻板印象是。 我的刻板印象确实是这样的。谢谢，他们的文明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比较凶残。坏的人还是好的？应该是皇帝觉得有威胁的人吧。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他们两个民族的文化不一样，因为对于以前，比如说清代或者说更早，就是建造长城那个时代，他们来说可能更有系统一点。但是对于 匈奴他们那个民族的话，我觉得可能，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然后那个时候的解决方式就是
在这儿。就是他们可能会，因为他们是少数民族，而且，他们的生产方式和我们不是很一样，然后他们可能。在比如说冬季的时候，他们的，因为他们可能是，畜牧，靠畜牧，然后对对，就会，可能会牲畜没有足够的食物，然后就需要来，南下来，就是中原地带，可能需要一些抢夺食物这种，可能会损害人民的生活，百姓的生活。我们两个是需要那种，怎么办？但是你们看上去很好呀。真的吗？那我觉得还挺礼貌的，挺好的。What is going on, man? But they are Turks. I never heard. I made videos about Turkish history, but we never talk about Huns. Maybe with another name.No, that was a surprise for them. 怎么办？但是你们看上去很好呀。真的吗？那我觉得还挺礼貌的，挺好的。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固定的想法嘛。就是会有，就是各种我们学到的一些知识印象当中，觉得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我们一家亲。我们一家亲没关系，但是以前的故事现在不是了。那我们俩是就是匈奴怎么办呢？那是古时候呀，就是国家。现在都没问题。还古家。哇、wow. ！我们两个都是匈奴的，怎么办？因为时代有变化嘛，所以就是每个时代的文明还是不太一样。For sure. 觉得应该有偏见。那。我们的历史书说就是你们那个中国人特别害怕我们，所以你们需要建造那么高的那个长城，这个对不对？你们害怕吗？还是我觉得在国家和国家之间发生冲突，国家采取防御的措施是一种。 No one is safe for their country. Yes, we are afraid. No.What? Even they are like other people in that country, they will never say to you, okay, yes, we are afraid. Never. But if they build, for sure, 那应该害怕吧。如果我们当时的朝代去侵犯匈奴的话，匈奴也会感到害怕的。所以我觉得从百姓的角度来讲应该是害怕的。就是害怕我们。我觉得应该不能说是害怕，因为我觉得战争会挑起来就是领导人他可能对这个 sure, 这个时、sure. 在那个时局下他的有那样的想法，所以他才会引起了战争。那不一定是谁是对的或者是谁是错的。我们的历史说你们害怕我们，所以建造的强权，对不对？是不是害怕吗？因为你们古代的时候很强大，然后我们没有很强的武装力量去保护自己，所以会显得比较害怕。那我们自己国家的人，他们觉得中国人。If you make this kind of video for every single country in the world, okay, you talk to a person and after 5 minutes they say to you, "Yeah, I'm from that country that." Your country don't like, okay? Everyone will have this reaction, say, okay, the past is the past, who cares, okay? Because actually, in all the videos that we made, people don't care, actually, okay? Just want to live their life alone and in peace, like 99% of the people. 人特别害怕，就是我们俩是匈奴的，就是匈奴是我们的先祖，然后我们觉得中国人特别害怕我们，所以他们需要建造这个。你们觉得对不对？害怕吗？你们害怕我们？我觉得倒不是怕吧，主要是那个，就是两个民族当时的那个生产方式不太一样。我们当时是以耕种为主，你们当时是以放牧为主。如果假设就打哪怕是不打仗啊，你们羊放到我们田里面吃稻草也不大好。害怕吗？不害怕，因为这样可能的话，我觉得是更多的是来。维护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和平，
啊，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发展。那么现在的一个大局势也是属于一个和平的年代，所以说这样长城也成为了一种旅游的一个景点。现在不害怕你们，以前，以前我那时候也没出生啊，不对吗？不过我觉得那个时候害怕什么的理所当然嘛，就是因为你们当时的那个匈奴民族应该是游牧民族，你们入侵我们其实也是生存所需，没什么不对的，然后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所以说我们要修长城这也没什么不对的。但是这个害怕它只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主观情绪，我觉得这个是无法抑制的，但是所谓坏与不坏的话，说实话我觉得说不上坏与不坏了。我觉得 actually yeah, even in normal life, okay, people that has nothing to lose are the most dangerous one, because you have nothing. If you have, I don't know, a family, a good job, a car, a house, okay, for sure you cannot act like a person that has nothing, because the person that has nothing can do everything, has nothing to lose, for sure, absolutely yes.我觉得有害怕的一个成分吧，但是我觉得建造长城这件事情还挺厉害。The person that has a family actually say no, I'm afraid of this person, okay, because I have things to lose and he has nothing, so they build a wall to protect themselves.太难了，不是吗？对，也是一个彰显自己。Was a beautiful video, like very beautiful. 对，以外来侵略。嗯，因为我们觉得你们特别害怕，因为我们，所以你们需要就建造这么长的。应该不完全是因为这个，但肯定是有一部分原因吧。我们的历史说，你们害怕我们，所以建造了长城，对不对？我觉得可能在心里可能会有这种，这种。有一部分，但是大多数可能还是出于对自己国家的保护， yeah, 保护，对，保护人民，人民的安全。Yeah. 我们的历史说，你们害怕我们，所以建造了长城，对，其实差不多呀，就是。你们害怕我们吗？是不是？有的时候不能用害怕这一个词来形容，有时候是不是？我们有中国有一句词叫防患于未然。Arkadaşlar video bu kadar, umarım beğenmişsinizdir. Yeah, I like it a lot. A very beautiful video. Okay, and as I say, if a rich person want to protect himself because has a lot to lose, okay, and for sure is care about the person that has nothing. For what they explain in this video was a beautiful, beautiful video. For sure, I know the China Great Wall, okay, but do you know the history why was built, etc. andOkay, it was like they're making interviews to the Chinese people, okay, and say, okay, we are Turks, etc. And they actually, okay, as we saw in all the videos, has nothing against or no problems, okay, it's all things that happened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 So for sure we stayed there. And China Great Wall is attracted millions of tourists.All the year, okay, so for sure they did them a favor. So guys, let me know in the comments what you think about this video. I had a lot of fun and we'll see you in the next reaction. Ciao a tutti ragazzi e noi ci vediamo alla prossima. Ciao!